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继续给您分享 Bootstrap 五的视频哦。啊，不过在分享之前呢，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 YouTube 频道会员的朋友们，您的支持呢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 Discord 专区，咱们呢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什么内容？大家请看我的标题：Bootstrap 中的网格系统 Grid。 不管您用过是 Bootstrap 三、四，还是今天的五，您都会用到网格系统，它帮咱们来规划网页布局的设计，规范咱们显示的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之一。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好，那咱们首先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Bootstrap 五网格系统的学习。通过今天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您就会了解网格系统设计的原则，好不好？OK。 首先，什么是网格系统？我给您总结了四点啊，咱们看一下。第一，十二列布局，它把整个网页分成十二列，分成等宽的十二列。其实应该说，呃，把它的副容器分成等宽的十二列。初学者朋友呢，您就把它理解为它把网页分成等宽的十二列就可以啊。实际上，它是把副容器分成等宽的十二列。好，接下来。 六个断点的设计，它根据页面宽度的不同，它会自动响应的调整咱们要显示的列的布局的内容。一会儿呢，咱们会看到啊，我今天的例子中都有给您体现。接下来，因为它为它是为网页布局设计的，所以说它具有非常灵活的列定义的规范。咱们呢也会看到，同时它与咱们容器 container 这个类。 这叫类，应该是叫 CSS 的 class 进行配合来完成咱们整个网页的布局。好，咱们闲言少叙啊，呃，我这个地方呢给您准备了一张图片，大家请看，这个就是网格系统的设计的理念。大家请看，它其实是把整个页面或者说整个副容器分成十二个等宽的列，对吧？让每列每个列与列之间呢还有一点点的缝隙，这个呢都是通过咱们 CSS 可以进行详细的细节的微调，都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您把您的网页分成十二个等宽列，那么您的内容呢，是准备仅仅占这么十二分之一，还是准备占这么十二分之二，还是说占这十二分之八？ 这是根据您客户的要求来不断的调整的，对吧？有客户说，可能我们公司是个内部网站，你给我分成这个左右两列就行了，一列是呃百分之一列十二分之四，一个是十二分之八就可以了，对吧？我就左左边是这个菜单栏，右边显示内容。有的公司可能咱们做这个，比如说做这个呃新浪啊、网易啊，要做这种。 门户网站对吧？可能咱们要分成三列，或者孩子加头部等等，咱们就通过这个规范呢来做细节的控制，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我要跟您多说一句，现在主流的门户网站是没有进行响应式设计的，他们都是为每个终端单独编一套代码，因为它是门户访问人太多，他们只能采取这个方法做啊。好，那咱们闲言少叙，这个图呢，呃，非常经典的再现了。 网格设计，网格十二列等宽设计理念，您把它理解，几乎就理解了网格设计啊。好，咱们回到咱们的课件，接下来我给您用一个简单代码演示一下，呃，Photoshop 网格系统的运行的或者说编码的方法啊。好，咱们首先我先建一个本地的 test 文件。今天呢，我给您准备了几个例子，我呢一个一个给给您讲啊。先把我的这个基础模板拷贝过来，然后。 然后咱们首先，大家请看，首先咱们先加一个容器 container，没有问题吧？拷贝过来，放到这个地方。OK。然后呢这些呢是咱们我今天课件代码，咱们一会儿呢一行一行讲解。咱们先往下把咱们整个课件中基础代码拷贝过来。这有一，这是一个显示页面宽度的一个 JS 脚本，我把它拷贝过来啊。OK。这样的话，呃，咱们看一下吧。我回到我的这个。 不知道我咋刷新，然后今天咱们是第八课，现在咱们网页的内容是大家请看，就这么个内容吗？然后我把它缩小之后，大家请看，我这给了一个脚本，可以动态的显示咱们当前网页的宽度。为什么？因为响应式布局它是根据网页或是窗口的宽度来激活断点的嘛，对不对？所以说您有一个这个，哎，能够看到当前这个显示宽度的时候，您就知道断点它是如何的运作，对不对？OK，好，这就是咱们基础代码，然后咱们开始逐行讲解啊。 啊，首先咱们回到上面啊。首先，大家请看，如果您要想使用网格布局的话，您一定要加个 container，在里面一定要加一行，在每行当中，您再分成十二列进行您的网页设计，好不好？咱们就来这第一行看看显示什么内容、啊。第一行内容其实很简单，大家请看，有一行里面呢只有一个 div，这 div 的 class 里面只有一个列 col。 对吧？然后呢，有个边框，有个有个背景色，然后呢，有一个 padding 等于三，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没有给这个列指定你占多少个宽度，对吧？一般来说啊，咱们某一列可能要指定咱们占三个宽度，十二分之三，对吧？或者说十二分之四等等。我呢现在并没有给您指定它占多宽，那么会怎么样？它会显示百分之百的宽度，对吧？咱们就试一试啊。好，存盘，运行、哦、，F5 刷新。 大家请看，呃，这个是咱们 c o n t e n t 呢，然后里面呢有一行，然后背景是黑色，然后呢，大家请看，这就是这第一列的内容，它呢有百分之百的宽度，没有问题吧？OK。有朋友说我怎么看不出来你在讲什么呢？是这样，因为它只有一列，而且呢是百分之百宽度，您看起来觉得哎，好像没有体现到这个网页列设计的内容吗？对不对？没关系，咱们往下做，您一点点做下去之后，您就会发现啊，原来它确实是这么个列设计哦。好。 那咱们再运行第二行看看，第二行就出来了吧？大家请看，第二行一上来是个 r o 这个没说的。然后大家请看，我给了两个 div 嘛，对不对？然后这两个 div 当中和刚才的 div 的内容完全一样，只不过我做了一行拷贝。但是但是注意，因为两个 div 我又指定了两个扣，它会怎么样？它会显示出两列，对吧？ 但是每列我又没有给它指定宽度，它会显示出来两个百分之百的宽度。两个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整个这个行平均分配。也就是说，它实际各占屏幕或者说各占副容器的百分之五十的宽度，好不好？看一下啊，它并不会出这个行、啊，它会平均分配这个行的宽度。好，咱们先少许马上看一下。Go，大请看。 呃，第一个是一列，您看不出来，这这是这是两列，您是不是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呃，宽度也是完全的一样，对吧？等宽，OK。接下来您明白了这一列，又明白了两列，那我再拷贝一个呢，形成三列，那会什么样？它会是有三列，而且这三列呢也是等宽，好不好？马上试一下。哎，您慢慢理解这个列设计喽。F 刷新，大家请看。 一二三三列，而且呢，每列宽度相同。不管您如何调整这个浏览器的宽度，它都是相同的，对吧？第二行各占百分之五十，第三行呢各占百分之三十三，对吧？OK，完全的没有问题啊。哎，这就是它的列设计。但是这个列设计呢还不是很灵活。咱们接下来介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灵活的列设计的写法喽。好，那咱们看一下啊。好，咱们再定义一行，然后呢。 第一行我没变化，第三行我没变化，哎，第一列我没变化，第一第三列我没变化，中间这列大家注意看，我这儿加了一个杠六，6, 这杠六是什么意思？这杠六就是说我中间这一列要占整个十二列宽当中的六列的宽度，那么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占一半屏幕的宽度，对吧？那么另外两个我没有指定，它还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啊？平均分配嘛，对吧？也就是说，另外两列呢，占十二分之三的宽度，对不对？好看一下啊，没关系。这视频如果您看一遍没理解，您再看一遍就理解了。好，马上试一试啊，够！注意看中间那列，够！大家请看，中间这列占整个十二列中的一半，六列的宽度，而剩下的这一三两列呢，呃，平均分配剩下的十二分之六，对吧？各占十二分之三。 没问题吧？哎，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动态的调整。咱们想显示某一列，比如说我中间这个要显示咱们页面主内容，所以我要让它更宽一点，对不对？那您设成六列也好，设成八列也好，设成九列也好，都可以看您的需求。OK，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动态的调整列宽，没有问题吧？还有，咱们接着再往下走啊。然后大家请看，接下来响应式布局就来了。如果 呃，我没有指定任何响应式布局内容的话，它会显示默认显示百分之百的宽度，对吧？那么当我指定，大家注意看，如果咱们的屏幕是超大屏幕的时候，那么我这一列显示十二分之十，它占十个列宽，对吧？如果我的屏幕是大屏幕的时候，它占八个列宽；如果我的屏幕是平板电脑的时候， 它占六个列宽。如果我屏幕是小屏幕的时候，它占四个列宽。也就是说，我根据用户屏幕的不同，我这一列显示的宽度会动态发生变化。说明白了吧？马上运行，注意看啊、哦，这个响应式非常的重要啊。这咱们现在好多的公司设计必须要设计成响应式啊，否则的话，成本开发就相当于下不来嘛，对吧？好，F 刷新，注意看。哎，大家请看，呃，我目前是大屏幕，所以说呢，它显示的是。 十列宽度对吧？当我缩小我的屏幕的宽度的时候，它会按照这个设定进行动态响应。注意看，以上是这样对吧？好，随着我缩小，大家请看，它是不是自己也在缩小？大家请看，也在缩小吧。缩小到小屏幕的时候，它变成十分之四。现在是小屏幕，十分之四对吧？刚才是咱们平板电脑，是是这个 MD 六。 M 的六是十二分之六，12, 对吧？二分之一，2, 所以是二分之一，2, 对吧？它会动态的调整它的列的宽度，没有问题吧？OK，非常的方便。接下来还有还有啊，还要学啊。接下来显示布局，我再定义一个，只仅仅是把上面的内容分别加了个二，也就是说，当超大屏幕的时候，刚才占十个列宽，对吧？现在呢，让它占十二个列宽，对吧？刚才大屏幕占八个列宽，让它占十个列宽。当 刚才呢，平板电脑是六个，大概是一半屏幕的宽度。现在呢，我设成八列，对吧？小屏幕是四列，我现在设成是小屏幕是六列，对吧？看一下这个结果、啊。为什么我要跟刚才个这个这个、这个、设计不一样？我要分别都加一个二，是因为在同样一个网页当中，您会看出区别来啊。就这么一个目的，让您看出区别。拷贝过来，好，再刷新，注意看。 注意看什么？注意看这上下两行的区别啊！因为它们上下两行各差了二嘛，对不对？好，注意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占十二分之十，这个是占十二分之十二，占满了。然后随着缩小，缩小，缩小。大家请看，它们两个在同时递减二，是吧？同时在递减，没有问题吧？哎，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对吧？它们差二嘛，对吧？ 所以他们缩小缩放的比例呢？哎，都是一样的，同步的嘛，对不对？OK，这个地方也算给您讲明白了啊。不明白没关系，您实际运行代码就能够明白啊。好、哦，接下来接下来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设计啊。如果是超大屏幕占整个屏幕宽度，如果大屏幕十平板八。8, 但是注意看，如果您是手机屏幕的话，刚才咱们设的是一半或者是四列。现在呢，如果您是手机的话，这个是正确的设计啊。如果您是手机的话，是显示百分之百的宽度，对吧？咱们一般用显示器板都是这样嘛。您大的屏幕显示，可能内容稍微的紧凑一点；你小屏幕的时候，它一定都是用百分之百，让您看得更清楚嘛，对不对？好，咱们再考标，看一下。 动作跟上面这行都一样，仅仅是在小屏幕的时候显示百分之百的宽度。看效果啊，F 刷新。好，注意看，我缩小了。大家请看后两行的动作都一样啊，动作都一样。但是，当是小屏幕的时候，大家请看，呃，它的列宽呢变成了完全的这个屏幕宽度。这样的话呢，作为您设计手机网站来说，是不是您的小屏幕应该是这么全面给您显示啊？对不对？OK，这就是这个网格设计系统的意义啊，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好，最后再给您演示一个两列布局，对吧？两列布局，咱们看啊，呃，如果是超大屏幕是六六显示，对吧？大屏幕也是六六显示，没问题吧？什么叫六六显示啊？各占整个页面宽度的百分之五十嘛，对不对？OK，如果是平板电脑的时候，这怎么理解？十二十二显示。 上下两行，它把一行内容分为上下两行，同时上下两行的宽度是整个列宽，然整个屏幕宽度，好不好？然后小屏幕也是分为上下两行，然后呢占满屏幕。OK，咱们看下这个结果啊、哦，这个也非常的常用，一定要掌握哦。应该说，我下面给您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才是真正咱们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因为咱们是在这个实际工作中啊，都是多列组合进行设计开发嘛，对不对？好，先少去，马上运行。 把它先拉大一点啊，好，F 刷新，大家请看我是不是两列？为什么是两列？大再再复习一下啊，当是超大屏幕的时候是六六显示，当大屏幕的时候也是六六显示，没问题吧？六六六六，相当于是各占百分之五十吗？好，当我缩小，注意看，平板电脑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但是当我变成平板电脑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变成上下显示了。为什么平板设计的时候是十二十二，对吧？ 咱大屏还是六六呢？六六的时候，它六加六得十二，它是一行显示，对不对？那么十二十二时候是平板的设计，它变成上下两行显示。大屏还是左右呢？对吧？平板电脑之后，大家请看，变成上下两行，然后呢各占十二列。OK，如果是手机的时候，SM 对吧？也是上下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注意看，再走，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屏幕比手机还小的时候，奇怪不？它又回到了左右显示了。 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大家知道？你看，对吧？这都是对的吗？大屏幕时候，那左右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咱们设成平板，设成这个手机，它都是上下板制板显示，对吧？那么居然比手机还小的嘎拉 K 的时候，你看它还是左右显示，这是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咱们设计的这个列显示准则的时候。 如果咱们页面或者说咱们这个浏览器的宽度不符合咱们设计的这些个定义的时候，它会怎么办？它会走默认的这个列设计啊。咱们默认的列设计怎么写的？大家请看，扣啊，扣什么？一行中百分之百显示，对吧？所以说它会和咱们第二个例子一样，在一行中左右两列百分之五十显示，对吧？OK，那么咱们如果想要小屏幕也像咱们这个时候变成十二十二上下列显显示，该怎么做呢？啊，很简单，在这地方咱们加个十二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它比这样的话，咱们比这个 S M 还小的屏幕，它们也会上下两列显示，上下两行显示。好，看一下结果，Go F 刷新。好，然后咱们看看啊，这个就过来了，是吧？注意看，一开始大屏，然后呢是一行，然后分两列，一行分两列。现在了，因为是咱们平板了，所以说分成上下两行，百分之百显示。S M 也是对吧？比 S M 还小，大家请看，比 S M 还小的话，它也是显示，同时呢边白消失。 对吧？这就达到咱们想要设计的布局嘛，对吧？如果是您是大屏幕的客户，哎，你就看到是这样式的布局；但是如果您小屏幕的话，您看到就是这样式的布局。哎，怎么说呢？非常的清晰，用户呢也好理解。这就是响应式。 设计的内容啊，同时啊，您用这个网格设计完成了响应式布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今天教给您，您一定要掌握。今天这期视频时间有点长啊，那我看了也就到此结束吧，给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观看。然后呢，我今天的代码呢，呃，都会放到 GitHub 上去，有兴趣朋友呢，您就下载参照吧。好，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希望您能够订阅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同时呢，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拜托大家。 好，那这视频就这样，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拜拜。拜拜